高举双手比耶，陈子瑜以788票击败国民党提名的陈清香，成功晋升最美里长。现在就是非常的开心，也很感激各位，就是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来服务我们永福里，谢谢大家，真的帮了我很多忙，谢谢。一宣布当选，当地里民马上前来道贺，陈子瑜用深深一鞠躬感谢他们力挺，当选的喜悦表情藏不住。年仅24岁的陈子瑜跟随母亲步伐参选里长，因为形象清晰、甜美可人的笑容，从参选开始就虏获不少粉丝。而新任的正妹里长还有他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。那今天晚上宣布当选了，谢谢大家。那未来我一定会带着新部里一起往前，谢谢。从伸展台上走进巷弄里，模特儿出身的纪永新成功拿下新北永和区新部里里长的头衔，他表示已经迫不及待要赶快为里民服务。不只是在新北，新竹市东区埔顶里的里长候选人何之宁，过去被封为竹科正妹里长候选人，有张鹅蛋脸、大大的眼睛，给人甜美印象的他，同样顺利当选。非常谢谢大家踊跃支持与投票，未来4年也会好好努力服务埔顶里，来改变创新。九合一大选，不少年轻里长候选人的颜值引发讨论，当选的各不在少数，也成了地方选战不传统的特殊亮点。三立新闻徐慧英邀请综合报道。